送给各位来参加我们这次抽奖活动的各位民众朋友们。那我们现场也看到了，我们这次预约抽的可爱玛姬已经到现场了。就是这台吗？就是这台。就是、這台来，我来坐一下，我来坐一下。哦天哪，是不是很舒适？只要满500块钱以上，我们到我们的由云林抽百万名车的官方网站进行活动的登录，我们就可以拥有一次的抽奖资格。那我们拥有这一次的抽奖资格呢，每一个人上限是10次的抽奖资格。你只要赶快来云林玩，我们就可以拥有更多的抽奖机会哦。我要帮我们粉丝问一下，因为东方你选定，我来帮粉丝一个一个问清楚。你说的这个活动，我们的活动发票大概是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之间是可以拿来抽奖？我们跟着这一次的五倍券的时间是一起的，所以我们从10月。需要留着正本啊，或者是银本吗？我们这一次就是因为活动的时间拉得比较长，所以我们非常贴心，我们发票登录上传，只要有上传，我们就会进入到后台的系统来帮各位做留存哦，所以发票是可以不用做留存的。那很多民众都会反映说啊，就是为什么我登录完之后过一个月之后看不到那个发票的画面呢？我们系统有进行压缩跟存档，所以各位不用担心。上面的资讯正确的，你们抽奖的资格就会拥有，所以各位不用担心说，我怎么看不到我的发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产生哦。像我很容易手残如果我上网登录啊，我打错，比如一直打错发票打错，手在发抖，我去拿笔，手在发抖，那怎么办？可以改吗？这是年纪的问题。各位真的要安排起来，因为他们好像要先做预约，还是要先去做洽询才敢开放。那这部分呢，还是要洽询他们的官方网站来去做查询。在云林这个部分呢，有非常多好玩跟好买的地方哦。来，我们来考考你，除了我刚才说双人以外，你要讲一个。我要讲一个。我想想看，我想到了，观光工厂，因为我妈妈真的很喜欢买云林的酱油。所以我记得西螺有非常多的观光工厂，像是晚庄啊，然后还有什么瑞春啊，对不对？还有什么玉鼎新，这些其实都还不错，尤其是像玉鼎新，他好像除了卖酱油之后，我印象中好像我朋友去参加过他那个叫什么什么餐桌，飞雀餐桌，对对对，好像很不赖哎。对，飞雀餐桌的体验真的是非常的有趣哦，我自己也是非常的想要去做参加。那他刚才提到的是产业类的观光工厂，那还有一些比较游戏类的观光工厂，像游戏类的游乐园，像是剑湖山世界。对对对，剑湖山嘞，对吧？大片嘞。对啊，你看你在里面，你消费就是在里面吃喝玩乐一天，产生的发票还可以来参加我们的由云林抽百万名车的活动，相当的划算，真的。还可以住在游乐园里面。有一种不能出国来到台湾迪士尼的感觉，有没有？是不是非常的棒？真的是不错，好，所以其实云林我觉得好像不止这些，我的印象中啊，好像还是有蛮多的，像那种社区的，还蛮好玩的，对不对？像你刚刚讲那个餐桌，我的印象中云林好像有在古坑，是不是有个社区叫什么？有一个人生七味餐是哪一种？华南社区吗？华南社区最近才刚过谢天祭而已。华山华山也有啊，真的
都非常的有趣哦，因为我们云顶啊这个地方，我跟这个地方产咖啡，那很多业者跟地方在地的社区都有非常多的一些产业类的体验活动。那线上的各位朋友们，如果想要来云顶玩，不妨到我们的活动官网上面看一下，或者是关注我们云顶漫游的粉丝专页，我们不定期的都会有一些活动资讯啊，然后游程资讯啊，来跟各位来去做介绍哦。那真的不要放弃这一次抽百万名车的机会，我这一个人就已经登录六张了，那我们会持续的在云顶做消费。有几张？来，我有七张，怎么样？比我多，是不是比你多一张？对，但是因为我不小心按错了，我不小心按错了，不然的话我应该也是跟你一样有七张。你按错，按错不就是可以删除重填吗？对，所以我们真的要切记，我们十一月底就已经开放，我们可以做删除，然后重新登录的一个环节了。那如果各位线上的各位朋友们，如果有登录错误的，千万要记得要把它做起来，不然的话，到最后如果抽出你来的话，就会非常的可惜。好，所以说，其实云顶真的是非常好玩，对不对？对，没错。所以呢，你看哦，从现在开始，刚刚玉蒙有讲哦，4月30到明年的今年的10月8号到明年的4月30哦，在云顶其实有非常多好玩，他还画了一些景点。你知道吗？我们再来会有什么？现在我们海上海线社区在推这个严思琪400周年的相关活动，然后接下来过年，对不对？那过年完还有什么？哇，还有北港，哇，北港的活动，所以云顶真的是非常好玩，大家可以把握这个时间来到我们云顶。好，那我们事不宜迟，现在活动方式也介绍完，相信各位线上朋友都相当的等非常的久，非常的期待哦。我们今年的参与状况真的非常踊跃，截止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有78000个民众来进行活动的登录了。天哪，78000，我是那78000分之1吗？对，我也是那78000分之1。我好期待啊，真是，要如果抽到我怎么办？抽到你，那你就不要担心。是不是我们那个粉丝业前的这些粉丝先替我见证，好不好？你怎么会不想到说是抽到我，还是抽到你？一定是我。好，事不宜迟，我们接着是不是要来进行我们的这个活动？对不对？没错，没错，我们要进行抽奖的环节。那在进行抽奖环节之前呢，我们要先来感谢我们这次的活动有两个赞助的单位。首先我们要感谢的是云林县不动产开发商业同业工会，他赞助了6台的 GoGo 电动机车，还有6台的 iPhone 手机，是不是很热情？这边就已经啦，熊热情的沙妹，这边就已经有 iPhone 手机在我们，刚才就已经介绍过，这就写着我的名字。对，那这个部分，我们很谢谢我们张登陆理事长对我们云林县政府活动的一个支持。一定要好来干我们大两万两千一来抽出他的这个赞助的礼品啊。那接着呢，是我们要感谢的是可爱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赞助的5台电动自行车。那这个可爱马哦，它这个可爱马公司其实他们也是这次推动本土绿能运具一个很重要的推手，所以呢，我们云林县政府也特别感谢我们这可爱马公司今年跟我们这样大力的配合，真的非常谢谢这次的两个赞助的一个单位。那当然呢，我们活动要正式开始，所以呢，首先我们要来邀请我们云林县的大家长来跟我们说几句话。我来看看那个县长来到现场了没？啊，县长已经来到了，哇，大家鼓励我们欢迎张立正张县长。好，谢谢我们今天主持人，还有谢谢我们今天在现场，还有我们张登陆理事长，还有吴冠座陈碧娟陈处长，那还有我们电视机前面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好，谢谢张登陆理事长，还有陈碧娟处长。那我想今天非常开心，从我们开始振兴5倍券以来，
那云林县政府也寄出哦回馈10%的现金，那很快很快，2天半的时间哈，所有的这些乡亲呢啊，把他的五倍券拿出来消费，所以当天已经啊2-3天哦，就啊大概出进了哈2.5亿在云林县消费，很多的厂商都非常的开心，因为短时间里面造成的经济效益，可以让很多的店家非常开心，那民众也很开心。因为呢，你马上可以拿到10%的回馈，所以呢，这就是现金回馈的好处了哈。那这一点第一点跟大家报告。那同时呢，我们呢也募得了超过大概几十万张、20几万张哈的这样的一个发票，捐赠给我们云林县的弱势团体。那这些弱势团体每一个团体都拿到6200张哈这样的一个发票，可以去兑奖。因为呢，整个经济啊受到疫情的关系，所以呢募款非常的不易。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来帮助我们的弱势团体。那再来呢，就是今天呢，我们大家呢哈，每500块就有一个抽奖的机会。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把现在啊，大概在我们的这个啊，已经有55万笔哈，55万笔哈，那每一笔要超过500块以上哈，才能够在我们每一个月月月都有抽奖。那今天呢，我们要抽出 GoGoLo 哈，还有抽出可爱码。还有抽出这个 iPhone 13，然后那我很感谢我们的不动产工会张登禄理事长，他提供给我们6台 GoGoLo 哈，那6台 GoGoLo 呢，每个月抽出一台，还有可爱码5台哈，那可爱码呢，我要感谢我们可爱码电行车公司啊郑成宏总经理哈，他提供给我们了5台的可爱码哈，那还有 iPhone 13呢哈，那我想我们每个月基本的哈就会有1台 GoGoLo 一台可爱码，还有1台 iPhone 13，那因为我又加码，加码呢从下个月开始12月15号开始增加每个月1000名回馈1000块的现金。所以也就是说，你今天如果啊没有抽到这3大项，哎，下个月有1000名哦，在下个月有1000名，连续呢12月、1月、2月、3月、4月，每个月的15号，你一定要来看看，哎，你有没有啊得到1000块的现金哦？我们每个月有1000名，所以赶快来云林消费，赶快来云林的店家观光。工厂还有所有商圈，赶快来走一走逛一逛，你就是我们幸运的得主，每个月增加1000块的现金回馈哈。那我想在这里增加这么多的奖项哈，那我在这里期待大家都赶快来云林县，来这里啊，有山有水哈，有平原，那很多的这些乡亲呢，来这里吃我们好的农产品哦，啊，喝我们最棒的咖啡，吃我们最棒的渔产。我在这里竭诚欢迎大家来云林走一走、逛一逛，来游云林可以抽大奖，谢谢，谢谢，谢谢县长，真的是太棒了！天哪，奖项好多哎！天哪，天哪，太棒了！好哦，那我们现在呢，要先来邀请县长帮我们抽出第一个奖项，要奖，要奖，好。那我们现在来欢迎我们云林县
主持人啊，我刚才听现场这样讲，我觉得我做活动很好，单笔500块，还有可以抽哦机车，又可以抽摩托车、自行车，还有 iPhone， 啊体温电话，啊可以当平，再当几千啊几千现金一千哦，啊这种啊个这种生意哦，我的爸。我输了，我较早拢把你丢进去，今晚是来吃的吼，所以大家吼爱来枫林遮看下好山好水，吼、哦，咱离外口，咱的最平顶的离外口200多万的迄个人吼，你等下到到咱枫林看下，看咱枫林的水，看咱枫林的路面吼，啊，因为不动产讲话对这有利的活动吼，拢会出力来支持吼，啊，而且希望大家吼来阮枫林遮佚佗。而且来到这头吼，当得到足好的福利吼，啊，多谢欢迎大家来嘿。谢谢谢谢李署长。好，那好，我们还要请我们补充一下，就是月月抽哦，除了这个就是GoGoLo， 还有就是快乐码那个自行电动自行车，还有就是 iPhone 13手机之外，最后最大奖会在5月18号，明年哦，5月18号抽出大家期待的这个百万名车这样子，在这边补充一下，谢谢。好，谢谢。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今天的重头戏，那边的抽奖，对不？好，那今晚请我们对，我们把中间的这个屏幕，我们把它。哦，把它放出来，好，好，没问题。我们第一个奖要先来抽电动机车，谁想要？谁想要？快点，快！想要的刷一排六，快点！刷一排六，刷一排六。来，那我们先邀请县长，好，请县长。元秀一幸运女神来，六刷越多机会越高，好不好？来，幸运女神，我们现在是这样，我们现在这个画面是我们等一下系统会开始转。所以你按这个按钮之后，马上就会产生了。那我们有一个幸运口诀，所以我数，对不对？要按这个滑鼠，幸运口诀，它等下会有个动画出来。那我们现在来按一个幸运口诀，我说一二三，就请我们幸运女神来帮我们按下这个神圣的按钮哦。来，一二，跑掉了吗？太紧张了。好，一二三。等一下、啊、太紧张太紧张了，等等哦。好，一二三。抽奖中。好，产生了。0367732的林小姐，恭喜林小姐！恭喜林小姐！哇，太好了！林小姐，哎，好像跟都有点像。好，啊、这个哦，他应该消费超过5000块。嗯，现金回馈的。对对对，这是我们现金回馈。好，恭喜林小姐。来，好，那我们接下来，接下来我们要来抽 iPhone 手机，来。这台 iPhone 手机，来，理事长，你要改在你幸运之手改配。好，那我们接着呢，来邀请他的张登禄理事长来给我们抽出这台 iPhone 手机，要不要跟他讲？我头顶啊，还未开始，我听主持人在遐讲哦，伊藏五张，藏几张，我要跟你讲，我嘛藏，但是刚来之前，我你袂使讲我作弊哦，吼、哦，我真正跟你同款的哦，这个真正真好嘞，吼、哦，很神。好，谢谢。来，赶快幸运口诀啊！3 2 1 1 3高。三二一。好。理事长被三二一。好，来，三二一，七蕊，现在有多高？更多七蕊，来。看到了。哦，好，好，好，来，来，三二一。好。往下拉，帮往下拉，帮往下，屏幕往下拉，已经跑出来在上面了。在上面。对对对。好，是谁呀、啊？孙、哦、秀玉，恭喜哇！得奖序号是 YL01231222的苏秀玉，非常恭喜啊！恭喜！哇！我现在剩下可爱码了。可爱码是我的，我刚有骑，你忘记了？可爱码是我的。可爱码就是要邀请我们，我们邀请最美丽的处长，处长要，我要。现场。哇、wow. 哦、oh.
香车配美人呢、欸，天哪、啊，天哪、啊，太美了，老公配杰帅哥，太棒了，太棒了。等下厂商就会招馆长吼，要来接来代言。我们镜头前的粉丝有没有很紧张？最后一个可爱马电动自行车，赶快祈祷，赶快祈祷。慢慢请拍起来宣传画面。我们现在在拍宣传的画面。哇，太棒了，真的是太棒了！来抽吧，好，要赶快来抽了，对不对？好，我来哦。我们现在要请我们最美丽的组长来帮我们抽出可爱马电动自行车。好，来，开始吧，开始吧。哦，好，出来了，是谁？是不是我？啊，陈先生。事情，那如果呢你这一次没有抽到也不要失望，因为我们每个月都
我们今天的直播活动就到这边。那下次的时间是12月15号中午的12点，同一个时间，我们会在这边继续进行12月的月月冲活动。那今天的活动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谢谢，拜拜。好，谢谢。尤其是我们现金回馈是回升的时候，那三天呢就马上把这样的2500万哈就发完哈，那也刺激那个消费。那三天呢，大概成全云林县的消费力超过2亿5000万了哈。很多的店家还有观光工厂、商圈的这些业者这些商家都对我们云林县政府能够寄出这样的一个现金回馈表示非常的肯定跟支持，那也带动整个商机，然后那也达到我们民众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认为要现金回馈才能够实质达到我们符合民意的哈。那再来就是因为募款不易，所以我们也把所有的这些发票能够实际捐赠给我们云林县弱势团体，每一个弱势团体都发到6200张哦，那这当中可以让他们去兑奖哦，那也可以弥补这段时间因为疫情关系没有办法得到顺利的这些善款的情况下哦，他们也能够得到社会的关怀哦。那最重要就是我们寄出的这个每500块就有一个抽奖的机会，最大奖就是特斯拉哈。那我想特斯拉呢，我们在整个五倍券结束的时候，5月18号我们就隆重来推出这个特斯拉的抽奖，希望大家敬请期待。那这当中呢，我们就月月抽，然后每个月抽。那今天是我们第一次的抽奖，那第一次的抽奖，我们第一奖就 GoGoLo 哈，那一台，还有可爱码一台，还有iPhone 13哈，现在是很抢手的哈，那一台。那我们今天就是先把这三样奖项抽出去，那再来12月15号开始，每个月的15号，我们再加满哈1000位，每位1000元的现金了哈，那1000位每位1000元的现金，所以我们在这里期待哈还有12月、1月、2月、3月、4月，我们所有乡亲还是欢迎来到云林县，你还是一样可以抽得哈这个现金了哈，所以呢每月1000位哦，所以现在已经有55万笔啊这样的一个发票。那但是呢再增加，我们再增加加码的这个机会哈，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再继续来云林游玩哈，那在我们这里促进消费，我相信你还是可以抽到大奖。
要响应整个提升观光，要配合这个就是联合国的这个就是永续观光永续，所以呢，希望全部都是用这个环保。好，所以的这个 GoGoGo 是电动的这个环保车，好，那那个就是可爱玛也是电动，那当然最大奖这个就是电动车也会是用环保的概念来推动，然后配合我们云林的这个台湾草型三线呢，希望呢云林在推动观光的时候呢，也能够对整个环境的永续尽一份的力量这样子。那当然今年就是因为连续两年的这个疫情，确实造成很多产业，尤其是观光产业也影响很大，所以呢就是县府也县长也基于这样一个就是理念，也希望就是说我们用一个更比去年更好的这一个就是这个电动车的一个首奖，然后来吸引更多全国的朋友来云林就是游云林，然后就是尝我们云林的美食。那因为去年这个活动也很成功缔造了千万的观光人次，那我们希望今年呢一样可以就是吸引更多就是全国各地的朋友乡亲来到我们云林来把这个就是来抽大奖抽名车还有现金。然后由于里面除了汽车之外，其他全部都是我们在地业者的赞助，包含就是分，我这样讲一下，好，就是你总讲一下大概多少钱？一百，不止少钱呢，就200多，对啊，超过500好了。啊，这还有这些现金，还有500万的现金，没有啊，你测试啊就200多万，然后加上这些。那个 GoGoGo 还有就是手机，超过800万了。对啊，就是。就是说第一个安心旅游非常成功的这个成绩呢，那今年的这个奖项一样是至少100项。那除了这一个就是这个首奖。电动车之外，就是我们的这个特斯拉的电动车之外呢，那其他的奖项呢，我们希望带动地方的产业，全部由我们在地的业者，包含像剑湖山提供的这个5星级的住宿，还有我们 TGC 的这个咖啡庄园提供的这一个就是50，去年是5颗，现在是50，加倍这样子。那另外呢，还有我们就其他的旅宿业的，包含东壁山庄，他也提供这个住宿券，就是1000份，要让我们就是来云林游云林的这个民众可以来就是有一些折扣。那当然还有我们的观光工厂，都响应跟去年一样响应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就是游云林，然后眷游云林这个5倍券的活动。全部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所有的奖就是奖品的奖金金额应该高达800万左右。那我们因为整个活动会到明年的4月底，所以这段期间也陆陆续续很多商圈还有很多业者也不断的来跟我们就是响应要加码，像这个可爱玛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就是在上个月加码进来的。那我们也欢迎各个就是我们的在地的业者能够就是共襄盛举一起来促成这个就是眷游云林5倍券的这个观光振兴活动。
3万2，这是三万二的。他超过了，超过了五万。对啊，五万三万二。他这个超过两万多，两万五千八。他那个官网上两万五千八。对，五万三万二。这都是多久一项？